今天是2024年的第一日，亦都是第七届区议会正式上任的重要日子。我在这里向各位区议员表示祝贺。在这里我对你们有四点的要求。第一，必须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，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。第二，必须做好上情下达、下情上报，发挥好政府和居民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。第三，必须将爱国者治港原则落实到地区治理层面，肩负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责。第四，必须以市民为中心，为社区生活带来实质改善。民有所呼，我有所应。